为什么有的人不喜欢勇士和库里，还要黑他们？不喜欢勇士队，不喜欢库里汤普森的人，基本都是道德品质差的人，看问题只知道怨天尤人，黑白不分，不讲道理，生活的社会底层，没有多少成功机会，就埋怨社会不公，就跟他们每次都埋怨裁判一样。